咁啊，希望大家如果未做未登記選民咧，咁啊，陣間可以登記，爭取呢個機會。呢首歌叫做《Wonderwall》。我叫 Fred， 好靚仔啊 ！Wonderwall。Yeah.
Thank you, Wonderwall. 再一次多謝 Fred， 好好聽嘅三首樂曲啊！再一次多謝你，多謝曬，請先咧去稍息一陣啊嚇。好唔好聽啊？哇，心都甜埋啦 ，Fred 一定。但呢個好聽，好似唔係好夠大聲喎，好好唔好聽啫。哇！佢哋山長水遠，特登嚟撐阿 Fred 噶 ，Fred 咧要收到曬佢哋嘅愛意啦。係啊，不過除咗嗌阿 Fred 之外咧，我哋都有啲。香港電台第五台的聽眾在哪裡啊？舉個手來看一下啦！已經有很多鄭俊弘的 fans 都舉起手了，他們應該都會加入我們第五台的大家庭。沒錯，因為其實我們都會跟不同的藝人朋友做不同的訪問，今天很多謝他們支持我們的活動。當然啦，還有我知道剛才急口令那邊好像很熱烈，不如我們請兩位朋友問一下他們那邊的情況是怎樣。是啊，有麥長青和江美儀，有請兩位再一次來跟我們聊聊天。